扮睇嚟唔到啊！Danny 姐真系 super nice 啊！早排一仔撞到佢喺 IFC 一间专卖黑胶碟嘅唱片铺寻宝，身边仲有金国亮陪住。威吓到着住西装嘅老板当然亲自招呼啦，互相交流之后 ，Danny 姐起身走人，醒目嘅佢一出门口就发现镜头。Hello， 系咪要扮睇唔到啊？之后佢就捉住一仔，系咁问平时有冇听歌，有冇买黑胶碟乜乜乜，一轮再咁问法，唔讲以为 Danny 姐先至系记者啊！同我哋讲完拜拜之后 ，Danny 姐行去食 tea， 佢全程做树窿听金国亮猛咁讲，少少唔耐烦都冇噶。一仔真系要讲多次 ，Danny 姐 super nice 啊！